OK，so 这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房间了。And 他即将要搬走了，这里将会成为我的真正的 gaming room。So 我会把这里改造成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Thank you.
Hey, yo, 大家好。非常感谢你们收看我的 My Racial Channel。Finally，这个就是我的 My YouTube Studio。我花了差不多整4年的时间，since 上一次的那个 Part One 的 YouTube Studio。Finally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。我也终于使用我自己的能力，一步一步的将这个房间完成了。虽然称不上是最完美的希望你们喜欢。Of course，这个 studio 还有更多进步的空间，还会再继续努力的改变。每改变一次，我就会再拍。你们敬请期待。当然了，非常感谢你们。花时间来看我的 video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我。当然，可以的话，like、share 跟 subscribe。